这海域拥有有一个小生态，我们下潜到十五米深处，那里有一只鹰鸟。跟着鹰鸟游弋，我们很快就锁定目标。阿氏肩口福分，历史最大的大鹰鸟，是遥远而现代的第二大物种。福分是啮齿动物，通过过滤海水来捕食浮游生物。这些水下激烈的鸟群是他们喜爱的啮齿产品。黑白绚烂的背部和白色的腹部是阿氏肩口福分的特征。在这片广袤的蓝色空间中，这奇异的生物拥有3米宽的双翼姿态，让人仿佛置身于异星。潜水大概跟宇航一样，人可以无需依托，在蓝色的无限空间中畅游。此时此刻，我们正身着宇航服，漂浮在宇宙中的某一颗蓝色星球上。福分就是这个星球给予的全名。这个星球的名字叫做福分奖。